啊，李长离开啊啦吼，对，李长应该先离开。那秘书长，各位咱民政府的长官，啊，同心甲学员，啊，经过三天的这个演习吼，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真济收获，嘛真了解，相对了解。比无来上课以前，有较充分的了解，了解到咱肩胛头的责任，吼、哦，了解到咱的法律论述了，啊嘛了解讲咱台湾人，咱本土台湾人有够衰，有够歹命，去拄到查拉政府，吼、哦，所以六十几年来生活伫政治两个中间，即摆咧，同款咱的生活嘛是真艰苦。我相信这几年来，大家拢真郁卒。这郁卒不是干讲经济上困难，因为政治的气压，忽然足大的郁卒。经济上啥？伫这个李登辉的末期，台湾已经走下坡啊，非常明显走下坡。啊，变八当无做个什么代志，马英九过来继续来出卖台湾。啊，所以经济上哦，一直崩盘落去；政治上呢，底气啊足重的，哦，无什么改进，无什么改革。伫阿扁啊摕到八年的这政权中间，拢无改进。啊，然后马英九一直出卖台湾，这个经济上，吼、哦，伫这个咱的开放，咱的台湾，所谓开放经济的开放，是应该是开放咱的开放啥？咱卖足侪限制。哦，理论上应该是讲，咱应该无足济管制的。哦，这个咱管制并无甲放松，咱开放就是讲，将台湾的资金一直往中国去，所以台湾的工厂一直关，然后足济人就找无头路。今仔日是6月17，大家等于较认真个看讲，今仔日希腊伊的选举安怎？希腊的选举，那是这个主张讲吼。唔免搁再遵节开销诶，即少年诶，即三七岁，即少年齐普拉斯吼，伊那是变成大多数党诶领袖，伊那来阻隔一些呐，啊，真有可能都甲欧元区怎啊分开啊？啊，那一直分开诶时阵，那欧债问题啊，会影响足大诶。那个想看卖咧，希腊过去是世界民主诶发源地啊。过去古早的时阵，伊是有辉煌的历史啊。但是一摆到20世纪，到21世纪，啥来变安呢？三家呢，比198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阿根廷要较凄惨。但是咱看电视，希腊的人民敢有感想着？无呢？照常哦，寡妇生平哦，啊暗时啊，大家吼规天伫遐跳舞呢，啉酒呢。无烦无恼呢，哦，啊，要向拍啊，要向欧洲整个欧元区来拍，但欧元区敢拍会起，恐惊嘛拍袂起，啥安尼，拢是制度问题，拢是政策问题，因为欧元区伊个社会福利做个足好个，可是全面性的 comprehensive 吼、哦、的全面性的这种社会福利 comprehensive social welfare system。哇！外国人来，马上和你会当买，马上和你同款的国民待遇呢。哦，你来去欧洲佚佗的时候，哦，嘛是充分你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拢有呢。哦，啊，这款的情形也是讲消失了呢。整个欧元区的这个财政的实力啊，因为拢会赤字啊，所以赤字足济啊，都一直借钱，一直发行公债啥，债务借款，所以银行吼，银行。即摆现出是伊造成一个真严重的即个信用值啊，啊无法度搁再吼周转啦，无法度搁周转啊，所以整个的经济真歹，西班牙嘛发生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来讲，制度上咱一定要做足好的建立真好的制度，正式上嘛要行正确的路，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是战战兢兢，究竟要安怎来做这个代志，咱。
将来咱变来变来讲，将有限的资源做上有效率的运用。将来咱嘛是爱有社会福利哦，但咱的社会福利是基本的，哦，基本的社会福利一定爱有，好每一个人拢会当过，起码起码，哦，会当过自己的生活这款的水准，哦，啊，袂使讲哦，有人哦，提足悬的万几块，啊，有人才提三千块。平平对台湾拢有贡献来讲，但咱看得出伊有贡献啊无？基本无啊，无战争啊，吼、哦、啊！所以因退伍费一年一个月是万四五块，吼、哦、遐，那么退伍军人遐万四五块，啊，咱的劳工农民，吼、哦、一个月三千块，当农民即摆是七千块，有较好一算，吼、哦，卖有即款的差别待遇，咱同款将来那是公民拢同款。当然，若非公民的，是咱来搁再另外去拟定啦吼。若非公民，当然表示讲，伊对台湾并无贡献。咱若甲真正仔细、较足仔细甲想看嘛，六十几年来，中国流亡难民是来甲咱挖坑的，吼、哦，贪污腐化啊，提钱提啊了，拢走去倒，走去美国，吼、哦、，Australia、纽西兰啦，啊，即摆是拢走去中国。一直喂，一直喂，但是咱也付足侪钱诶，所以你看足侪老蚵仔啥，过一段日子就甲伊摕直接喂着诶钱，拢摕去中国去咧，吼、哦，回馈因诶故乡啥。我诶楼顶迄个，我诶楼顶迄个，迄、那个退休诶，即个流亡难民啊，伊伫中央研究院做甲65岁退休，啊，等于两届讲唔敢阁转去啊，因为啥，伊诶亲戚拢甲伊喂钱，所以伊早转来是拢喂甲空空，类似即款诶情形，所以。将来啊，咱想来讲爱办这个训练班，咱除了办初级班、高级班以外，咱将来希望讲啥？爱有行政大学。咱若有行政大学，主要就是讲未来三个月也是四个月一期，那像大学制度、大学内底学制共款，三个月一期，三个月一期，啊，然后课程是一定各种的课程拢爱有，特别是这个财经问题、行政工作的问题。拢爱有课程，所以吼，我一直咧想，想要来上这课咧，吼、哦，那是讲财经行政诶，吼、哦，经济行政诶，财政行政诶，吼、哦，啊，财务行政诶，吼、哦，还是公共行政，就拢爱来上课，来想讲到底要安那吼，来甲咱每一个人拢做较好诶基本诶训练，即、這个基本课程诶训练内底包含啥，包含一寡理论诶，伊要讲是无诶先，甲理论有关系，我现在足想讲要来。开一个课吼，综合性的财经方面的、经济行政方面的，较综合性啊，深入浅出。我过去捌伫一个公司担任顾问，去甲因上课。本来的时吼，因拢想讲，啊，今次敢有啥物好听？哦，啊，来的时十几个人，哎、欸，听咧阁袂歹呢。我听咧阁敢讲会真精彩呢吼，哦，包含万有哦，包含万有，两点钟俩讲啊咧足济呢。啊，以后变做啊，三二十几个人，过来三十几个人，过来四十几个人。啊，总经理甲董事长，董事长无来，总经理甲副总经理拢来听我个，讲真好，真好，哦。啊，所以总经理了解上两三档个课，哦。啊，所以吼、哦，就是讲这个物件吼，这知识足重要。咱今日讲看乌债，乌债，那讲今日希腊吼，这个少年人啊，诸葛个先啦。伊有可能就离开欧元区，啊，欧元区会受到什么影响？马上有一条的迄个欧元来，会债务伊就无行啊呢。啊，无行的时阵呢，欧元区的银行会安怎面临困境呢？啊，就影响到伊的这个需求。啊，影响需求的时，啊，美国呢？美国要独木难支大厦的时呢？美国变怎？可能爱。放松银根，无美国的迄个现出世的这个也经济成长率嘛不够支持整个世界的这个水准，啊，中国就凄惨嘛，啊，中国凄惨的是，因为咱过去长期的政这个经济政策的错误，就开放台商资金啊去中国足济大量过去的时呐，咱台商底下咧发展，啊，结果即摆中国的时，伊无阿多。伊这个政策上一定是发生真大的困难，也通货膨胀。那 QE3 寄出来的时候，中国也真严重的通货膨胀。
啊，通货膨胀的时阵，伊即摆已经惊伊讲伊的景气无法度维持保八嘛，所以我们再降息一码哦，最近降息一码。但降息一码的时阵，伊的这个货币供给额也相对增加，按、啊、相对增加，即使讲伊流动性拢无变，伊的货币供给额就相对增加，相对增加，伊就无法度去压制通货膨胀。哦，啊，即摆若假使讲真正欧元区发生问题，美国的迄个需求嘛无够济，欧洲的需求无够济，台商的迄个产品就无法度外销，无法度外销的时阵无钱啊嘛，伊无法度开店，伊就足济物件叫做 oversupply， 叫做供给过多的时阵变成 recession。本来是惊伊讲 inflation， 哦，通货膨胀也有可能发生，但是你若压制个足严重的时阵，需求拢无出来的时阵，因为啥，大家烧钱嘛，卖开嘛，钱甲藏咧，我有钱无唔对，但是甲可能歪开 holding。holding 伫我落地底先，变成 recession， 因为物价的就开始咧衰退，像即摆最近以来，咱看各种物资的价格拢咧降落来，石油啦吼，啊煤矿啦吼，啊甚至这些粮食啊，迄个整个价格拢咧下降，即有迄 recession， 有迄通货紧缩的现象 ，deflationary 的现象，通货膨胀有治的办法，通货紧缩到目前无治疗的办法啦，基本都是安尼。日本车将近二十当，咱过去讲啊，伊是一个失落的十年 ，the loss 的 ten years。即摆呢，恐惊哦，爱加另外十当呢 ，the loss 的 twenty years。安尼呢，啊，即个台湾呐发生即个同款的代志咧，那来 deflationary 的台湾呐发生的时呢，咱大概足辛苦。所以吼、哦，是安尼讲吼，一定爱研究这问题。是安尼讲，咱需要维持咱的小农制度。想要讲，咱需要为咱民政府积极要恢复啥？恢复过去迄农业农村繁荣的这个景象。那呢，政策大部分要在扶持农业，扶每一个人将来呢，会当讲有一块小小的土地，但是会当生产，上基本的生活拢当透过迄块土地来补齐，这是介重要的。农村的繁荣是稳定整个社会经济足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吼、哦，咱一再讲。讲咱将来若是得到政权，咱一定要好好运用有限的资金。咱嘛要发展国防呢，唔是无呢。我会记得我伫这个教台湾本土台湾人民同本土台湾同胞书吼，我内底有写讲，咱将来嘛要维持啥相对强大的国防武力呢？相对强大的自卫武力呢？咱嘛唔是讲咱安尼就刷起来，讲哇，咱自治以后啊，哦，咱就拢啊。拢靠美国食饭啊！啊，靠美国甲咱防卫啊！啊，咱拢唔免做，拢我来唱歌跳舞嘞，唔是安尼呢？那嘛是爱去流汗、拍拼、勤俭，才会当建立得好个国家。咱发展咱个技术，发展咱个工艺。以色列要建国个时阵，洛斯柴尔德这个家族，迄、那个洛斯柴尔德，甲赫佐讲呢，讲以色列变来建国，以色列无农业啊，以色列无工艺啊。建立一个国家，没有农业，没有工艺，怎么建立国家啊？哎，这个很有道理呢。所以咱对这得到启发。我觉得启发就是讲，咱台湾一定要保持咱的农业，创个好势。农业、农村文化是整整个国家的基础。哦，工业、工艺、技术这类物件，拢爱去发展。咱爱向日本取经嘛，取经。就讲各种的工业拢爱做啊，足好势。啊，迄工业基础就是发展啥？基础工业的吼、哦，汽车工业的机械工业的汽车工业、机械工业是要发展啥？发展国防工业，发展国防工业。所以这是拢咱真重要的一款啦、啊，吼、哦。啊，这款的物件爱啥？爱有足济领导者，有这个共识，脑海里底有这个共识。因为啥？六十岁以上的上届和你做到八十岁。站不住啊，在这站不住，我相信我八十岁，我不再站在这讲话啊。哦，像我现在站在这的时候，我左脚会酸呢，古怪。啊，现在左脚会酸，以前踢篮球时拢跺脚，我跺脚会踢死人呢。哦，我篮球踢球拢踢足远的，哦，踢足远的，因为我是中锋嘛。啊，这scrum出来的球，我都爱足马上处理，一秒钟内底都爱决定要传出去，还是要踢出去。啊，一踢都爱踢足远的，咱唔叫。咱的人才会登记到位，吼、哦，去到遐占迄个土地嘛，唔才会赢。哦，
阮台大今年吼三个冠军呢，台大橄榄球队三个冠军呢，吼、哦、啊我虽然无去参加迄个庆功宴啦，但是我嘛与有荣焉。我是讲直接讲起讲，这个物件吼，咱一定爱吼有一个观念，吼、哦、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一定爱一个观念。咱建立这个国家，唔是人讲吼，迄个真简单的代志，吼、哦，唔是讲。人讲食粿、食粿啊、切切、食粿、食粿啊，安尼真简单。我提来食，那像桌上拿竿提来就会当食，啊，就真简单，唔是迄遐简单的代志。所以啊，每一个人要思考，要安怎伫你各自的领域，你有趣味的迄部分，你有趣味迄部分去研究，吼、哦。啊，研究的时候深入去研究这个问题了，到时阵，足济所在拢用会到的，吼、哦。啊，也许你研究的物件，所以研究是什么东西？无所谓而为，足济研究是无所谓而为。但是，一旦发生有这代志时，你需要有人来了解，有人来阐释。那是讲区域研究来讲，咱台湾伫即现出时，即六十几年来吼，中华民国体制之下，拢完全无做区域研究。所以你讲希腊发生问题时，有人对希腊的问题做深入的报告无？无。留学希腊人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啊，咱台湾人唔知道希腊文、希腊话不知道怎么说，也唔知道要变哪讲，太侪这款的情形，所以咱内地真欠人才，咱需要各国了解各国问题的专家呢。哦，就是讲有区研究，像美国人伊都有，咱无嘛，因为中国啊，中国体系内底啊，应该叫咱去了解中国，拢不爱叫咱去了解其他世界各国的问题，这是咱台湾爱咱家己本土政府吼，一定爱去弥补起来。将来咱来训练这款的人，吼、哦，训练这款人，安尼是咱解决人。对一个所在发生问题，咱马上有专家来解说是安怎来安尼，吼、哦，唔能讲诶，他、欸、发生问题遮严重啊，要找人来讲啊，找无人，啊，找无人的时呢，大概拢爱对啥？对国外所讲的遐话吼，提来甲翻译，啊，翻译出来佫转出我的，啊，然后讲到对咱的对咱这边不利的，伊就歹甲讲啊，啊，一直咧瞒骗台湾人嘛，吼、哦。所以咱一定爱家己有专家。头先迄讲的是人文方面嘞，哦，是国际政治方面嘞。但即摆来讲，其他的科技问题嘛，同款。哦，利用地动发生地动的时，哦，到底哦是安怎发生地动啊？地动要安怎来防灾防害啊？基本拢爱有专家哦。所以每一种的问题哦，拢爱来好好做研究。咱即摆吼，现出是咱讲号称咱有两千人啦。训练两千人，像即摆咱在座哇，五六十个人、七八十个人，人才坐到后边去咧。但是真正讲有问题先吼，我嘛足烦恼咧，有遐找无人讲咧。咱只研究想深入的，都法理论述，吼、哦，国际法、战争法，吼、哦，秘书长伫遮拢讲啊足清楚的，讲啊足清晰的，会使讲这个所在是战争法，吼、哦，全世界领导的地区啊，这个所在。但要讲到别行的时吼。讲到财经，我就烦恼咧，煞无人咧，真正无人吼、哦。啊，我嘛是捌一半尔。我虽然讲直接定咧讲，定咧讲，我也是捌一半啦。因为真济问题吼、哦，你想讲银行管理，我嘛捌真有限咧，真有限。啊，你讲有一天，咱若真正得到证券，咱来中央银行总裁，什么人适合做中央银行总裁？想看头啦，找无人啊。哦，什么人要去接这个台湾银行董事长？那嘛是真头疼，你是安尼吼。哦所以啊，咱真需要吼，较紧来有制度吼，渐渐来训练咱家己的人才。讲到这下先哦，咱也真欢喜，咱有足侪少年呢。咱这少年当然，咱尽量甲编入去自卫队啦吼，编入去这个黑熊部队。啊，黑熊部队大部分是要做将来要接警察局，但是有一部分呢。将来是真真正正的台湾的国防军队自卫队。啊，咱头先讲，咱将来是有钱无唔对，好、哦，咱资源嘛有一寡人，就假设咱啊新南群岛是咱的，钓鱼台是咱的，啊，结果咧，咱当然自由足济，咱就足济钱的咧，吼、哦，啊，咱嘛绝对无少这个开销，吼、哦，一定买最先进的武器，咱先进的武器咧，吼、哦，当然是真厉害的武器啦，吼、哦，反正美国要荷兰咧，咱就拢来控到台湾。啊，然后像镭射迄个物件，哇，这先进的武器，那嘛当可能外太空对一个国家吼，那对咱无礼貌吼，对咱吼有较超过程度性，但镭射都甲射落去啊，
吼、哦，像这款情形，咱嘛做会到，咱就假使讲有钱，吼、哦，啊，咱有充分的人才当操作，吼、哦，咱嘛当做到这个程度。我相信吼、哦，将来咱来组织以后，要未到建国迄个阶段，吼、哦，产美国也得做足密切的合作，特别是经济上的合作，唔免讲啥物的问题啦，替换的问题啦，吼、哦，真简单，咱解决，甲日本嘛做真密切的合作，咱当参现出是。小日本这个所在，吼、哦，来订 FTA， 嘛，甲美国订 FTA， 啊，那安尼，你看台湾会偌进步？今仔这几年啊，这二十年来，台湾现在一直衰退，衰退，主要是咱参足龙岸的龙岸国家，迄中国国家安尼吼，迄、哦那个密切交流。你看两汤水，学理上是两汤水，哦，两汤水。这趟是台湾的经济水准才高，这趟是中国。你若无交流的时候，这无关系嘛。你一旦交流，直接挂一个空，这水就一流啊，流到这来，到尾你说该变质，该变散啊。咱本来是最好个啊，将近两万块啊，这才偌济，一千块，对。结果咱个交流，结果咱说一直降落来，哇，啊，只能讲。一个国家呢，伊的国民所得 income per capita 超过一万的时候，按照道理是五年以来变两万的啦。结果咱已经几年啊，已经十几档啊呢，还未到两万呢。啊是安尼安尼，因咱资金一直流出啊 ，capital outflow， 资金一直流过这边头，去改做建设，去改去啊投资去这做生意。结果因的增加一直增加，这摆可能超过五千。即摆呢，咱即摆一直讲到遮来，哎，要你万五六，做万六好啦。你要想看，本来爱两万的，结果才万六尔，甚至咱要去六呢，要去恶化呢。各位甲看嘛咧，李登辉时代所用的内阁格言，拢是国民党的极右派者，嘛无啥物概念呢。哦，迄是李登辉一人伫遐撑。我还记得1998年，我写真长的批，那像万年书，互李登辉讲，都要安怎，都要安怎，都安怎。若无安怎，新将来三年后台湾经济就歹，爱心不良放款的钱啊，可能赔。迄当阵不良放款是6000亿，到2001年两条5000亿安尼，无唔对呢。2001年咱的 GNP 的成长率是-2.9%诶，正如我所料，三年后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即摆咱若无好的政策，将来要有个帮，就是因为啥？啊，变下时代无用优秀的、无训练优秀的迄款的财经格言嘛？我看袂出来多一个是优秀的。四年内换过来个，八年内换七八个，哦，八年内换四五六个，我财政部长换过来个讲，我想看像财政部长来讲是介重要的。我捌直接讲起讲，法国1770、1790迄个阶段，伊一个财政部长，我定拢袂记伊个名吼，把法国变作欧洲上强的国家。二十年中间，吼、哦，因为皇帝信赖，所以会法律伊财政界整个规划先哦，把法国变作上强的国家才20年尔尔，但。过来十年来，找无这款的格言的，伫中华民国内底找无这款的格言啊，吼、哦！而且呢，用的拢是财团推荐的人，免有法度，干你阿财团免有法度，把咱的经济政策创好。啊，马英九以来，咱嘛看得出来，嘛无用个什么人才，啊，好不容易，我感觉讲刘易儒袂歹，啊，那刘易儒几个月就落来，较无三个月哦。还是三个月尔，哦，嘛解无菜，哦，因为究竟刘易儒是伫总体经济方面读了有一个臭脚破，哦，啊，所以这款的人无法度甲重用，吼，无法度继续来参与这个政策的拟定是足无菜，哦，咱甲看即摆迄尹启明根本就是人侪无啥
人讲摩洛塞就对啦，无啥路用的。哦，啊，较讲就是讲爱连接中国，连接中国。啊，你连接中国，结果就是这个情形，已经足简单的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说，你若甲中国想过近的时候，你的水准一直降低。就讲咱若甲三车国家来往想过密切，特别是资金的交流、商业往来想过密切的时候，你就一直切落去。但你若甲先进国家、甲日本、甲美国想过去，你认为进程，还是讲你认为落台进程，咱拢甲美国、甲日本有足密切的交流啊？哦，还是讲蒋经国时代，拢要未开放台湾的时，要未甲美国、要未甲中国有来往的时，咱甲美国贸易往来足密切啊。1980年代的时，咱一年对美国的出口，迄、那个顺差是160亿左右呢。迄是1986年、87年，连续对1985年开始，哦，都拢逐年拢有顺差拢超过100亿、100亿、100亿。哦，当然咱台湾是伫迄个阶段伫。70年代、80年代，哦，较优秀的就是讲，伫79、80的时候，咱有顺差，开始有顺差。81、82、83，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时候，更逆差。但到85以后，逐年拢有顺差，对美国的顺差是将近，哦，一年拢差100亿以上。爱的时候，伫86、87的时候，拢150、160亿。从迄个阶段的时候，台湾经济足好足好。啊，咱甲中国敢有来往？完全无来往呢，完全无来往的情形之下，咱经济发展较足好。啊，咱个中国来往以后，伫李登辉时代开始来往以后的时呢，就一直败去啊，政府基础拢败落去啊。哦，伫这台湾真少人去讲我来新设工厂诶，足少呢，拢旧工厂咧利用，啊，拢无新设工厂咧。我们在讲咱的迄个资本形成哦，迄个比例，资本形成占整个 GNP 的比例一直咧降低，这是台湾长期的危机。对1980年以后。对1980年以后，那的储蓄率拢高于资本形成的比例，这是不对的。对台湾的生产力是负面的影响。我定下伫开会先讲这个问题，爱注意。伫利率时代，我嘛来讲，这爱注意。对1980年开始，咱储蓄率是无降落来，但是咱的迄个资本形成的比例一直降落来，比啥？比储蓄率较低，这是不对的。迄是以前，伫1980年以前，咱的资本形成的比例占 GNP 的比例。哦，都大于储蓄率呢，啊，所以就是讲，咱的生产力一直在增加。啊，即摆唔敢讲生产力悬低啊，咱竞争力低，大拢知啊。哦，那即员工新大学生毕业的新能22K 嘛？哦，昨我看电视上一个比例讲，新加坡68K 呢，哇，咱的三倍呢。哦，香港、韩国拢比咱较悬呢。啊，现在本来是亚洲四小龙的龙头，刷变做亚洲四小龙的龙尾。啊，点点，这甚至把它挤入这个四小龙的之一了，刷变流尾去了，变流上尾去了。因为泰国干啥？泰国一直关起来啊！泰国这个国家一直关起来，人资源嘛较丰富，人口嘛较侪，经济规模较大，哦。啊，所以咱讲起来真见笑，咱20年来，老实讲，20年来，咱一直咧走下坡。所以咱民政府吼，双肩，咱的前景啊头责任足大个。咱要安怎伫这个阶段，咱来想讲有一天，迄一天是足紧就来啊。吼，我唔知影偌紧啦。我感觉讲，感觉上最近的气息、最近的气氛、最近的这个资讯。显示吼，秘书长和来讯息显示吼，有一天就快到了。我的感觉是安尼，咱爱甲秘书长吼鼓掌一下，他是足甘心的。嗯，这较强的吼。秘书长吼，头先讲只，咱26号诶，也是26号这个月啊，要伫7日报纸。同步刊登诶，钱从哪里来啊？我无出半线呢，我已经开下空空了。哦，我足甘心诶啊！大家咧水尾心哦，咱一直咧旺啦。所以哦，我讲大家哦，这个阶段一定要更有信心。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何瑞仁伫这个时候讲起，从零到一，
我足牛呢，我咧讲何瑞妍伊就惊着，何瑞妍啊，因为从零到一啊，从零到一啊，非常困难，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都唔知道台湾真正的法律地位伫倒位，拢唔知啊。哦，讲来讲去，到底是日本的、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中华民国的？大家正到要死的，什么都没有，混沌之初。结果经过秘书长甲何瑞妍安尼甲研究了一下，豁然开朗，原来是日属美战，足清楚的。哦，日本天皇拥有，美国总统占领，啊，足清楚，足简单。哦，啊，然后咱就行出一条路。为本土大人走出一线生机，一线曙光。啊，本来那么无想呢，啊，哪有钱人去砍零布做啊？才要出去演讲，才要出去，咱的宣传车要出门就烦恼讲打海啊啦，参油钱都困难啦。哎，即马讲油钱拢给你补助啦，做恁去啦，甲宣传落啦，全台湾甲惊透透，甲宣传落去啊。哦，啊，长在我遐想。我应该参新的酒吼，去桃园中立，甲西城足侪人捌我。但我无多，因为我妈妈住院，我一定爱回去，所以早上去无用阮妈妈的代志。啊，所以我就无去。所以咱来想看卖，咱从无到有，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是真困难。对2004年，还是讲对1999年开始讲发生变研究这个问题，2004年迄篇文章出来。2004年、2005年，迄个所在，咱秘书长介入，甲讲，啊，即爱有一寡问题，爱阁修正，根据战争法来讨论这个问题，啊，然后甲做啊足完整诶，出来了，论述一直出来。2005年出版过两本书，过来一直出来，2006年开始告美国，告美国诶时阵有钱也无，嘛是无呢，吼，嘛是安尼走，啊，后来有228，这个先进安尼吼，先知啦，吼，咱对秘书长去告美国。2009年的时候，我参与的时候，我感觉人较少呢，计无遮济人呢。我规定去美国，我都倒来的时候，伫台北嘛，才10个人尔呢。那今仔日只有60、70个、70、80个人，全台湾迄阵可能无遮济哦，上计40个、50个尔呢。啊，今仔咱下叫，下叫中间，咱嘛就烦恼讲，当人遮济，死死耗烦，要叫大家来食饭都无钱呢，都要大家出掏腰包。哦，一天就要出1000，还是一天出500？啊，这我讲啥？有钱要给咱补助，啊，甚至啥？一边吃饭拢免出钱哦，一边大家吃饭拢免出钱哦，安尼好不？哦，啊，表示啥物？表示讲啥？我们获得相当的肯定，对啊。咱的同心的肯定嘛有，一点捐款，另外。哦，有咱支持来甲咱 support 嘛，啊，咱唔只话都讲，有钱吼，人要甲咱出钱，咱只讲，我大数据讲，恁做哩车甲驶出去，哦，该讲啥就讲啥，台湾甲搞变一变，甲变一变，变一年安尼，啊，有钱咱出，哦，我想到这点，我人呢，足欢喜，我唔敢阮某讲呢，欢喜甲唔敢阮某讲呢，哦，所以。感觉上讲安尼，这几年来的奋斗，这几年来的努力，这几年来的委屈，拢一扫而光。我相信大家跟我同款思想，大家跟我同款的立场，一定足欢喜，一定足欢喜。所以啊，咱来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咱相信成功在望。我相信讲无偌久，咱真正讲一定得到捐款。啊，咱甲好啊，甲台湾建设。变成一个真美的所在，哦，啊，这个问题要解决台湾现实是这百孔千疮的问题，都要靠咱大家每一个人爱去研究。我就希望各位若有研究出来的文章，寄来中央，哦，咱成立一个类似的咱们公共政策委员会嘛，吼，哦，咱公共政策委员会的心呐，公共政策中心呐，啊，将来要成立一个信箱，吼，哦，啊，让大家有研究啥物件拢提来吃。哦，大家互相参考，啊，甚至爱来讨论，啊，然后咱将来闹行政大学时吼，咱就当有一个3个月中间，啊，每3个月中间
每一个拜六礼拜拢上课，一方面伫遮训练基层的哦，咱的初级班呢，一方面楼顶若创好，楼顶咱就教室教室，咱就会当六楼七楼的，哦六楼七楼咱才有一点仔资金会当家己搭起来，啊设几两间教室，遮宽像遮宽，咱设几两间教室，中是一个走道，这边教室，这边教室，那边教室，那边教室，啊足侪教室的，同一个时阵有足侪人在选修不同的课程，类似安尼，上少楼顶加起来。一站会当四间教室，大教室安尼，吼、哦，啊那两站，咱就会当八间教室，咱就会当那像办一个大学同款安尼。我想到这，我就足欢喜，因为啥？咱的训练人才是吼，一班有五十个，四班有200个啊，吼、哦，啊那八班就400个啊，吼、哦，安尼是咱真紧真紧，咱就训练足侪人，有体系的，吼、哦，有体系，啊，搁做啥？每一个来上课学生，唔是讲来这听听嘞。对面做台，爱写报告，写一个 term paper。你伫这学期中间，你有这个课程，这个课程你有什么启发？你对将来咱这个实务上接到政权以后，你要做这个代志的时，你有什么见解？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做法？有什么政策？爱提出具体的物件出来，啊，就是爱研究。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吼，爱有研究精神。是安尼讲，咱今日呐有一个教授要来，咱唔免。像这个初级班上课，上来过来上高级班，就会当请伊来做格言。伊说，伊平常时啊，都咧研究问题啊，哦，基础理论拢有啊。只要是讲师傅甲讲者，尔伊了解去看看咧，去做一个调查，哦，去行行四个行行看看，做一个调查，马上就可以拟定一个好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啊。所以，就是咱即摆嘛，真需要各行各业的教授、学者、专家来参与咱这个民政府。啊！但咱希望讲，咱上好是对咱的童心来培养，因为童心哦，已经受过这个啥法理论述的训练，吼、哦，啊，然后吼、哦，初级班来过，高级班来时，就足坚定，立场足坚定，思想嘛足正确，啊，咱要对走东往西去海外做代志，拍天下，吼、哦，伫岛内做代志，吼、哦，为台湾拍天下，咱嘛赶快，吼、哦，会当信任伊啊。类似这个情形的时候，咱当然民政府就足旺。啊，然后要解决问题嘛，足紧。啊，台湾当然都有希望。哦，所以我足期待讲，有一天咱能做到这个阶段。啊，感谢大家来参与，像少年的国中二年级多一个，有来不？好，来来，站起来，大家看，国中二年级，哎，足聪明的哦，会晓知影讲爸爸叫你来，你就来，哦、我欢喜欢喜来这三工一点嘛未？会不？哎呦，哦，安尼下晡较早等于去休困，吼、哦，哎，我应该送你我的册，看讲我偌认真读册，吼、哦，爱、啊、向我学习无，吼、哦，向秘书长学习嘛，同款，吼、哦，秘书长少年较无读册，食老才读册，啊，我少年足认真读册，食老较无时间通读册，哎，不管安那，总是咱希望咱这少年拢爱家看到大汉，吼、哦，家指出一条应该行的路，啊，会当甲咱同款哦，进步。啊、有观念，吼、哦，爱心会当未来四十年后，你只要十几岁嘛，四十年后五十五岁时哦，你就来做总理，好不？好不好？好不好？来，你家己讲好不好？好，较大声的来，站起来，好，站起来，好，讲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来来来，你连讲者。哎，你要讲一个感想无？好，安尼我讲到这里出来，感谢大家，谢谢。各位，加起立，起立，下课。各位学员哈，把椅子。